如何在情人节这天分别和五位情人约会，并且他们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。这样做是不道德的，不应该欺骗他人。换一个方式。六呀，上午跟第一位重要的人吃早餐，中午就跟第二位一起参观景点、博物馆、体育活动，下午可以跟第三位重要的人进行有趣户外活动。比如骑自行车、爬山、打 golf， 傍晚可以享用丰富的晚餐，晚上就可以一起跟第五个人一起看电影。在这个特别的夜晚，我想告诉你我有多么爱你，我会永远珍惜你、保护你、爱你，直到永远。我说了以上这些，我女朋友当场删我，这是为什么？作为 AI， 我无法准确判断你女朋友为什么删你，可能是因为她认为你的情话不真诚，或者太俗套，不就是你给的吗？还讲俗套？举杯邀明月，扶琴望美人，很恶心。红唇轻启，牙齿如玉，片片香肉入口，香味满溢，很恶心。可以给一个简单化的选项吗？当你进餐饮食养生，却忽略了你那神仙般的时髦，阴唇轻启，鲜香入口，沁人心扉，有你相伴我心满意足，此情不灭，生生世世不渝。我不懂啊。学起来。女朋友问她和妈妈同时掉水里要救谁，我该怎么回答？这是一个道德伦理的问题，并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的答案。我的女朋友说你答错了，她永远都是对的。太理智了，你这么理智是不会有女朋友的。作为 AI 助手，我没有情感和自主意识，因此不需要拥有女朋友。好的，这是一个比较冷的笑话，希望你会喜欢。为什么小狗总是追自己的尾巴？因为它想知道我的尾巴为什么总是跟着我走。冷呗，我读都读不出来。你让我的情人节更加无聊了。非常抱歉，我的笑话没有达到你的预期，希望你可以去做一些喜欢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比如看电影、听音乐、读书、运动或者跟朋友聊天，来度过个有趣的情人节。啊，无聊，再见。比我的情人节还无聊。